嗨，我是 Eason。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买了我们的新家。我们当初是买预售屋，对，然后时隔了大概两年，终于已经完成了。那在交屋前很重要的是要先验屋，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去验屋。当然我们要请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帮我们验屋，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先去小小开箱一下我们的新家，跟看他们验屋。那我们就出发吧 ，Let's go。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开箱我们的新房子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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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除了开箱我们的新房子之外，我们还要找了专业的验屋公司秦家科技验屋，顺便呢来告诉你们大家现在验屋公司都有什么的流程。首先在这边玄关配电盘很重要，感觉很重要，我觉得是不是？对，因为我们其实主要的会看这个地方的重点，不外乎就是确定我们的断路器以及线径它是否有符合所谓电工法规的要求。我们除了刚刚上述的一些既定的工作之外，我们还会帮你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每一颗断路器它控制了我们整个房子里面到底是哪些居室的插座。比如说它一定会有一回路会去控制所谓的可餐厅，或者是主卧室、次卧室、厨房、阳台这些，然后并且这些东西它都有相对应的电工法规，有这个要求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去做这个检测。没错，好，好，那我们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房间，准备当做我们的客房，小小的客房。再来呢，是我们的厨房，以后呢就要在这边 cookie， 然后这边还有阳台。好，继续往前走。首先呢，来到了我们外面的。请问你在干嘛？我在检测客浴的天花板上方的排水管。所以是看排水？主要的话就是因为各个排水管它有所谓的独立的存水弯，那个存水弯有时候可能会遇到盖子没有上清洁口的部分。嗯，对，那可能就是楼上在用水，楼下就在漏水。哦，对，那我们也会顺便看一下，他们的顶板到底有没有水了。对，就是如果有水痕，就是楼上漏下来的嘛。对，所以我们待会还会再用热像仪去帮你去做一次检测。哦，对。哇哦，太专业了吧！好，我们继续来看这里。要看到它有没有泥沙的淤青，然后以至于之后可能会造成管道的阻塞。哦，对。那你目前有看到东西？有，像这些就是泥沙的淤青，所以之后可能生活上那个毛发可能会残留在这边，然后造成排水管阻塞。那请问这是有办法处理的吗？对，可以，他们可以拿吸尘器或者是去下面把那个落水头那个清洁口打开，然后把它清洁，这些都可以。哇，我们真的好多细节哦。我们后面呢，就来带大家继续看验屋的过程吧。
我们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验屋。当初呢，我们原本想说自己验就好了，就是随便敲敲打打，应该就 OK 了。验屋整个流程之后呢，我觉得买房子还是要请专业来验屋，对，还是要请专业。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哎，可以自己验屋，那就拿个弹珠啊，然后拿个棒子在那边敲敲敲敲敲。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基本的东西，这个、都要看。但是验屋公司的话，他们会看的比较更仔细的地方，就可能你的排水孔啊，里面有没有一些在施工的时候所残留的灰尘之类的，那我们在用肉眼是看不到，那他们就有专业机器会帮我们下去检测，像是什么电力啊、电力的回路啊，它是跟哪个房间接的啊，这些东西的话，如果说对于电这种东西没有比较一些专业的知识的话，自己去验的话，很有可能发生一些危险，然后你可能会搞不清楚，哎，我的房间的电是怎么走。对，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防水，我们自己也没办法去验防水，一定要靠他们的一些仪器来让我们知道这间房子究竟 O 不 OK， 防水层有没有做好。对，所以我觉得验屋还是要请专业的比较好。对，就是花一点点小钱。对，而且我发现不贵。对，我一开始想说很贵，对，可能要好几万块啊之类的，对，结果发现其实不贵耶，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值得的，所以你们以后买新家，我觉得还是要请一下验屋公司。然后今天帮我们验屋的那间公司，我觉得他们服务蛮好的，重点是因为中间有一些就是跟建商有一些问题，他们就是很积极帮我们争取，我也觉得，就是他们完全就是站在我们这边啊，为我们着想，对，然后帮我们发声，去跟验屋公司，不是去跟那个厂商，就跟工地的主任啊做一些协商协调。然后帮我们把一些问题排除，然后检查的更仔细。谢谢他们，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找他们，好吧？这边有他们的资讯。接下来呢，就期待我们的装潢，然后我们的新家就完成啦！耶！好，期待一下吧，大家拜拜！拜拜。